是不足以洞察实际性，且非常不严重，才会再三多次修复。一方面可彻底改善构造结构力，另一方面可方便仿造修复。对老僵尸也是相当安全的保障。这是一家木材瓷器，可看见旧的那个外观的照片。照片的主人正是抗日中央政府30多年前很认真的旧工